嗨，今天吃肉松小贝，是千里酥的。有小伙伴想看我吃甜点肉松，酱多的，就买了这么多小贝回来。这个是辣肉松小贝，这个是海苔的海苔肉松小贝，这个是鸡肉松小贝，这个是个卷卷。来，乖乖，这是我请的外援，你要吃哪一个？我要吃红豆。这个啊？没吃过红豆，我最喜欢吃红豆的。那你留来啊。这些都是在网上买的南京千里酥。我感觉有点咸。我这里要进来，叫做红豆了。红豆卷，这里面的红豆有点硬的。硬不硬？擦我手。你还是啥看？我要吃海苔了。妈妈。蓝的。蓝圆的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海苔吗？嗯。这是鸡肉松的。我觉得红豆比较好吃一点。嗯。妈妈。这三款肉松小贝比杨记的酱少一些，但是我感觉它很咸很甜。因为红豆好吃多了。红豆好吃多了，你这个吃还吃不吃完吗？吃不完的。吃完给我吃。还是红的吗？喜欢吃红豆的吧。嗯。因为红彤彤，豆的后面。这些口味都很重，就是这个红豆味的要淡一些，这个里面的肉松也很咸。你喜欢吃红豆吗？嗯。哎，那你吃不吃啊？吃哪一个？你觉得哪个好吃一点？都差不多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买回来放了一天，是顺丰快递啊，昨天到的，感觉它的面包体不软。这个是最咸的感觉。我要喝点牛奶。好吗？真的，这样是很多了。吃不吃完？吃不完的放吧。我吃一点点就吃。干嘛？好。
不说了，自己把手洗啊，拜拜。里面红的有点硬了，这样。我就吃一道就可以了。我休息了一会儿再吃的，我把眼镜摘了，刚刚没弄好，那个眼镜要反光。再吃两个鸡肉松子，再吃这个最后一个我就不吃了。